每一天的生活就是啊，安尼伫咧过，每一个人啊，你从事什么款的职业，每一天同款遐的职业、遐的责任、遐的动作，拢是爱安尼。逐天的循环，每一天都是安尼做。较简单的人，就照安尼的时间来上班。照安尼的时间来做代志，那就是认真做就好啦。这个叫做修本分嘛。但是呢，无有什么款的使命感。那有使命感的人，除了修本分以外，咱都爱搁在向前。去精进，都去投入各行业啊！还阁有啥物通阁开发也无？工作上应该爱阁安怎来改善，更阁再较适合这个职业，适合社会，适合人群。对这个职业的改善，对人群的改善，这呢，拢是积极的人生，这叫做使命感。亲像一个医生看病，逐天都是安尼上班，患者来我认真甲看，那这只是干那滴服务，但是服务中啊，还阁有一项真重要，就是关怀，迄份爱心的关怀。这就是积极的医生，去尽伊的使命做医生，本来就是要疼惜人的性命。人的性命不只是有病痛的事，和医生关怀，其实连伊的心理啊、感受啊。这医生呢，甲病人互动的中间，医生尽伊的使命，就是对一个病人心甲心嘛，伊拢该照顾。这叫做至为人医，这叫做有使命感的医生。咱修行者嘛是同款。既然我们来人间，个人有家庭，个人呢也是同样有职业，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，你对人生啊的探讨，感觉到我们应该要再去探讨人生的道理，不只是只是生活，我们要去来了解为什么来人间，为什么活在这个空间里，我们要去探讨我们生命的来源，真正的人生未来的意志。所以我们发心嘛，就换一个从世俗，那换一个跑道呢，就是入来的佛法的门中，入来佛门里嘛，咱就是爱用心，爱精进啊。虽然咱的生活，同款都是安尼伫咧过，透早的时间，就是上大殿啊，虔诚礼佛啊，读经文啊，用心体会啊。静下来时，
自我呢，向来自己找家己的心，自问咱的心境，这是咱常常伫咧讲心啊心，往往咱呢，也袂记得了咱的心藏伫多位啊。所以修行者，咱唔只是干那坐落来，无出声，就任凭咱的心呢。心狗野马在外面乱跑，咱应该把这个心狗野马呢，无时不刻啊，都给扭转来。咱来探讨，咱这点心到底为什么走？走对倒位去？到底对倒位走出来的？得安怎才关这个心关一条？安怎才会当会真正的精神不杂？这呢是修行者的宿命，那是咱修行者呢的本分事。所以唔是干那讲，走入寺院都是叫做修行，入来寺院修行也是同款爱有宿命干嘛？咱这个宿命。除了呢，自救以外，咱还搁再救他，因为啊，咱拯救咱的慧命，咱的慧命啊，那无好好建立起来，咱是要安怎会当头去开发别人的慧命呢？佛陀来人间，就是为着安尼。将众生的无明妄见，也要把咱拨开。就是要学出了安怎破开无明，安怎会当呢？知影这是妄见，既然是虚妄的境界，咱来即刻呢，家己修改过来，定定甲大家人讲，咱有根本无明，众生一直带来这个根本无明，一生一世不断不断的熏习。安尼带来了恁一生一世，但是咱伫今生出世，咱已经知啦。咱是毋是爱好好呢？来找出无明的尽头，唔通阁受这个无明伫今生出世呢？对着外面的境界去发生一种自我无明，这个自我无明啊，好像一张树啊。迄、那个树枝对着弹去，看看讲，迄丛树本来是树苗，慢慢对着大长大长。伊个大长呢，是因为下面迄个根、甲土、甲水分、营养分的吸收，所以也慢慢的，迄、那个树身啊，会直直大。那树身佫会大起来呢，嘛是爱吸收面顶啊。迄、那个阳阳气，那这个日月的精英啊，不管是太阳、雨水、等等，或者是暗时的露水，那从面顶给吸收落来，在迄个树叶、树枝，再搁再回收到迄个树长。那树长慢慢都大起来咯，这个、叫做枝叶。迄、那个枝叶无明啊，伫这个面顶接触到这个空气，接触到阳光，接触到蒸汽、露水等等呢，
伊呢，搁较吸收多端，又是搁回归。咱那是啊，迄、那个手机拢改错错起来，伊呢吸收画面呢，那就较慢咯。但是迄个根本无明一滴嘞，只系根啊搁伫土地，根啊搁是活的，那这个树心啊搁是勇敢滴嘞。虽然你迄个枝啊、叶啊，该错掉去，暂时呢还是同款，伊会慢慢搁在吐印，但是比较比较慢啦，慢慢吐印。所以咱即卖修行，这个烦恼啊，执着无明，咱都慢慢紧该修下掉去。唔只是修下执着无明，执着无明修掉呢，慢慢咱的根本无明啊。也发育都未遐尼紧，那那下当呢？佮揣根，佮去改，将迄个根本啊，也佮改修低掉去。那安尼呢？这个烦恼都拢总根底啦。就是爱安尼，修行是咱的使命啊！咱就是发心立愿，走就这条空中的道路。咱啊，这条路家己无要修啦，那就是真坎坷难行哦。敢是一句话讲，师父引入门啊，修行的弟子啊，同款佛道呢？把我们引入门，开辟了这条的道路，让我们可以向前走。他把我们分析对哪一条路去，你如果走哪一条路，结果会成什么？所以有六道，六道啊，天人地眼五鬼畜生，还有一个修罗道，就六道。这个六道的境界呢，拢伫心境里。你安怎的心态，你就会走对多一条路去。看佛陀呢，就是遐尼只有智慧，遐尼只明朗呢，互咱知影这个路的道理。咱呢，也用感恩心，咱来报佛恩呐。所以。咱来尽咱的使命感，除了自利，自己解脱了这种在人生世间无明妄见的烦恼之苦以外呢，那就是爱救度众生，就是利益众生，这呢叫做报佛恩哦。佛陀为了人生的苦难，所以来人间，所以呢。但是如来的家业，所以我们对众生啊，爱惜为一家人。所以我们证明啊，讲起了，在这十六件啊，第一件就是五件，五件。那人人拢是从我出发，所以因为我呢，有无量无数。这个我，因为呢，众生有无量无数嘛，除了人啊，人人执着的我，其实呢，其他的动物嘛是众生之一啦，也有我啊。看佛经的内底，除了人的境界，佛陀嘛讲起了其他动物的境界啊。动物嘛有修行的心态呀、啊，动物呢嘛有迄个领导动物，哎呀，王啊，
同款的意思，要互咱了解呢，人类有人类领导的人，那动物呢也有动物领导的动物，啊，亲像《鹿母经》啊，内底呢都有安尼的故事啊，这您拢总知影嘛？不管是象王、鹿王、狮王等等，这种无共种类的动物。除了这种的动物以外，蛇、鹿、狗、鸭，实在是虫，真的，拢总是有生命，有生命就有我，迄、那个我呢，就有贪心，有一日贪，自生自灭。既然有贪心，贪这个生命，就有贪自生自灭。贪掉自生自灭呢，迄嘛是叫做利用啊！不管什么款的动物境界拢有啦，所以咱现在呢，干那伫人类啊，迄、那个众生见，这是第二种一见哦。众生见，同款呢，伫迄个五蕴的迄个法啦，安尼去解和合起来，咱应该呢拢爱知呀。这个五蕴，咱嘛讲过去啊，色受想行识，不管呢，在咱的这个生活中都无离开的啦。所以，这个五蕴会合啊，就固执，咱都会去固执，会去执着啊。这都拢叫做无明，固执是无明啊。那他就会去固执着迄、那个。实有众生的目见，感觉到你就是你，我就是我，就亲像昨昏呢，敢若伫人群中呐，就去执着阶级啊、贱民呐，生生世世都是贱民，不得调生。那贵族永远永远生生世世都是贵族，敢是安尼呢？佛陀就讲，这种的众生见啊，迄种的阶级分别，这拢总是错误的，这当中是咱的人生的无明去分别，这唔对啦，这拢总是吼众生的正见，就是建筑伊修行啊，伊嘛是同款的，伊会当谈好巧完，这种贫穷。并肩即刻，所以生命是人家己爱创造，创造了咱生命中呢，在这个生活安怎来建立？在这新的生活，成就过去的业力，咱呢会当好真甘愿来给接受消毒，将来呢？咱伫即生中，甲心啊，迄、那个烦恼无明啊，慢慢去甲伊去除掉。尽管人安怎甲咱欺负，人安怎呢？对不起咱，对咱有虾米款的成见，咱也会当吞忍落去，甲伊化消掉去。这个吞忍落去，就是属于个积怨无明，唔通阁沉淀出去。在这个情跟境接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吞论，那这样呢，那个积怨的无明就没再存出去了。那我们可以消掉去，不能放在心里，不要去想说这个人是对我们怎样，不能记恨，不能记仇，不能想要报复，这些念头都不要有。自然啊，这个代志都消掉去啦，根本无明，都消掉去。Thank you.
所以希望恁会当了解，什么叫做根本无明，都是伫迄个无明妄念，产生了众生分别的境界。伫众生分别的境界呢，自然都迄个情、顺情、逆情、爱情、感情，或者是恶情，那这情啊，伊就发作出来。这呢是非常的辛苦，这种的情绪啦，那你这个根本无明啦，一直壮大起来呢，那要控制落来就真困难。所以定来甲大家讲，习气啦，这嘛是一个习气，咱来好好来训练。对啊，咱紧定啦，接触的时阵，咱来用这份的耐心，小可给压落来，分析看卖咧。哎，唔通搁再制造无明啦，沦落来啦，消气啦，安尼呢，咱才有法度。啊，那无呢？逐天的生活嘛是安尼过啊，到底什么叫做修行啦？修行。咱爱个动作是咱的使命啊，各行业嘛是同款啊，唔是干那守的本分就好，还要搁再尽使命。尽使命就是尽职，咱爱尽职，咱真正呢，逐工啊，每一个时刻爱顾好心，心来去我走去，爱较紧紧过来扭转来，啊，知影讲伊是虾米因由走出去的呢？啊，安怎样呢？来给调和好来，安尼，咱才会得救啦。唔知大家人了解无吼？这叫做众生见，嘛是从五见开始，所以呢，才有这个众生见，无离开五欲，所以大家人爱把心顾好，这个源头顾好来啦。那安尼呢？就未去犯错，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。